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尽力了，尽力了。雅静，姐，张亚萍。哎呦，姐啊！他是谁啊？她，我女朋友。哎，总算见到真人了，你是亚萍的姐姐对吧？有什么话可以说？为什么动手啊？他骗我，他说有钱有房子有公司，说你是一大亨，但他就是不让我见你们。我一直纳闷，今儿托人问了一下派出所，你让他说，他赵亚萍就是一赌徒，把家产全都输光了，就连他前妻。就是他，我见过他，你问他是不是把他的餐馆也给输了。你别瞎说拉倒啊，姐，他瞎说的，你别听他的，咱们走啊。想走没门，今儿要不跟我说明白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都是我的错，姐，你先进屋好吗？我来说。姐，妈都找上门来了，您还替他拦着。赵亚萍，赵亚萍说他妈还要给我买房子、买公寓，合计都是假的，你们都是骗子！你闭嘴！别说了，你。姐，姐，亚静，姐，亚静，你这干嘛？打120啊！姐，亚静，亚静，我遭的什么孽呀？生了这么个败家子儿！亚静，亚静，亚静。我造的什么孽呀？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把我女儿给害了。就这么点小事，至于？哎，你个畜生！哎，你亚丽，亚丽，你怎么害的？给亚丽，大夫，我姐怎么样啊？啊，大夫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亚丽，亚丽。不能告诉大茂哥啊！你要告诉他，我就完了吗？你姐呢？啊，你姐呢？我姐抢救无效。说，怎么回事？你阿娇到我们家闹去了。我都把她赶走了，你怎么还找她呀？我给她打电话。啊！你个混蛋！你个混蛋！你害死了金姐啊！你这个混蛋！手续都办完了。啊，亚静！亚静！赵老师在哪儿？